东西啊。
咱就到遮，
啊，主任兄姐，大家平安。特别礼拜进行，先甲大家讲新年快乐，新年恭喜吼！因为咱今仔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后礼拜过，咱就是一月七号，咱就等新年一个主日。啊，所以中间咱要过这个过年的春节假期，啊，愿上帝保佑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出一份这个平安，感谢主。这是请咱备办心，咱要来开始咱今日播的敬拜。选调，自水画上妖花的山，自水画徛伫以上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存心无妄无假，酒抓无藏干鬼的人，这号人未得到妖花束缚，无追求伊的上帝得到伊。这是咱要唱俄罗的诗歌，请咱一万起立。来饮俄罗的西瓜。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你将平安的福音播扬伫万百姓的中间，你也将恩典甲祝福施落舒服伫阮徛起的台湾。伫过去的两年外来，全世界因疫情、武汉肺炎病毒造成严重伤害，伫阮台湾搁再有中国，将袂停止。以军机来扰乱，以武力口出恶言来恐吓台湾人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只有更加坚定信心，连接伫主上帝，并借着祈祷将跨入专员交托阿爸父上帝。伫甲其他的国家相比，台湾伫听阮的天父上帝的恩典甲保守。
以及政府伫国家的方位，伫疫情也尽力来防疫，予台湾得以避开侪侪危险。伫教会迫切的祈祷，也真侪台湾祝福的力量，感谢主。伫这新年头旧年尾时，平日也是新年的第四主日，我按主日伫遮敬拜你。过年已经过去，新的年已经来时，我按恳求听阮的天父上帝帮助扶持，予我按的心志换新，重新得力，更加连结伫你。同时也献上阮满心的感谢，恳求圣神充满伫我按的内心掌管，予我按伫每主日的敬拜是用诚实。敬虔敬拜你，也求你保守阮的信心，坚固阮的信仰。伫阮未来的年日，以及阮公益行动教会，伫这个所在礼拜，全然交托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感恩。今仔日的礼拜是阮过农历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，后来下礼拜也就新春的第一礼拜，感谢主。在过年期间，阮有侪侪厝内兄弟会外出旅游，或是返去中南部阮的故乡，恳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全能圣手的保护带领，予阮大家春节拢得到平安，也祝福阮过一个平安喜乐的春节假期。在这寒冷的气候中，也求主保护照顾阮教会年长兄弟。教会内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平安，伫这过年的节期，阮也特别孝念，为着阮身体欠安的目中以及兄弟兄姊来祈求，大有能力甲荣耀的主上帝医治看顾，互有病痛的得到医治，恢复健康平安。特别提名为阮所敬听的林峰中牧师来祈祷，求主予伊因着主格外的力量，无惊吓不安，透过你的话语，带予伊满满的信心，因着主格外的力量，予伊伫面对复健治疗各种艰难佮挑战，求主赐下能力，予峰中牧师活出。得胜的新生命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即时，阮也欲同心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年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年亲像伫天年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犹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犹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关联永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弥。即时，请咱同心用新的改变，做咱互相的勉励，请咱开声，咱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咱的上帝，即个界是大个。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咱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主用新的诫命予咱，就是哦，总分头，主用新的诫命予咱，就是咱着三听，亲像主捌听咱，咱也着安尼三听，咱若三听，正人袂对安尼知，咱是主的学生。继续，咱要看一章上帝话，圣经记载伫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十到十节，咱请撇下纸来带咱读一章的圣经。
也是邀我去看，我袂晓讲，因为我是囡仔，总是邀我对我讲，你唔通讲我是囡仔，因为我看去找你，你就去；我看你有吩咐你，你就讲，你目的行会去，因为我甲你伫遐，我要求你，这是邀我讲的，邀我就是顺伊的手帮我的事。邀我甲我讲，你看，我有将我的话记伫恁的嘴。看，今仔日我设立恁伫特邦特国的领域，是着为着恁要搬出，要找会，要拜会，要车道，要建立，要栽培。以上。所以咱要来献诗，请咱诗班来头前。今要献的诗歌是645首，咱就来吟诗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啊，咱就来吟诗，咱拢真熟的诗，啊，咱会当甲唱偌济吼，做伙来唱。